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聊聊天。我戴上了隐形眼镜，可以完全看清楚大家，我很开心。我今天那个粉粉彩的眼镜，然后本来就很沉啊，而且演出的时候，有一个粉丝老师呢过来跟我说，希望我可以戴上眼镜去，就是去演出，这样才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应援。不如讲两句咧，当天被这两句深圳咧，跟你朋友讲，哇，让你朋友在外面，这里很多朋友在唱。要抢你的心意，能把困难都走，但我强忍内心。我的照耀，一起在我的水平，水平，能够找到能够飞行飞行。太多限制了我表达欲，当我上前对手，习惯出门叫。我的照耀，一起在我的水平，能够肌肉恢复，完全理解啊。自个你也学不会，自个你也学不会吧。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里，好像不一样啊，我觉得这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情，我都肯定会跟泰国人吧，就是我印象中的泰国人都有一种非常温柔的气场，我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能到这里演出，我想那个 DJ 妈提问你有感觉吗，是在听你好，那我想用下首歌送给你们，下首歌叫做意气风发。我现在听广播，这广播不错，你把听广播，是我听 High Spirits。